呛呛呛呛呛呛呛，贼！哎呀，给，这什么呀？专门为你准备的。早餐几点啊？嗯。哎呦，专门为我准备的，奇怪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回来啊？因为我们心有灵犀啊。妹妹，再来这一套，你真的是，不管过了多久，你这个人都不会变。是不是你自己吃剩下来，或者是过期的东西拿给我？吃剩下来？李桂珍，你第一天认识我，我什么时候有吃剩下来的时候？哦，你确实是今天的。哎，谢谢你啊，那就。哎呦，桂珍，哎，我有点事想跟你说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那我先去吧。哦，好好好。推我。那天都怪我，对不起。哎，没关系的，你不用说对不起的，真的对不起。我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。哎呀，真的没事。那个副主编都已经跟我讲过了。说实话，我还挺佩服你的。佩服我？对啊，像一般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，肯定想要推卸责任，不想把这件事情怪罪在自己头上。但是。你反而还勇敢地去告诉别人你自己错了，勇于承担责任，所以我还挺佩服你的。而且都已经过去了，真的没事的，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。还有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团队的，这样客气还挺不好意思的。那我们以后一起加油啊！好嘞，加油！慧珍，哎哎，朱茵姐。你去美工那儿把我们要的东西拿来好吗？啊，好嘞，朱茵姐。美工，把这个材料细化一下。怎么细化？那是你的事。主编早上好。早。我回来了，主编。你是，我是那个之前从后勤部调到编辑部的实习生李慧珍。What？ 你的头发？我头发拉直了。我的天哪！你现在。才是一名合格的校花，非常漂亮，非常 immortal style， 做得好。谢谢主编。副主编 ，Mr. 白，你有时间吗？有。你们？我找他有事。Sure。那我们先走了，主编。去吧，去吧。慧珍，欢迎回来。谢谢主编。什么呀？你打开看就知道了。工作证啊。你怎么把这个还给我呀？可能我潜意识里就知道，这都不是你的错。早晚有一天，我会求你回来的。不过你能告诉我，为什么突然改变心意吗？为了我自己。然后呢？嗯，具体原因嘛，我现在还不能说。
不过总会有一天，我一定会哭着喊着要把真相都告诉副主编的。好，我等那一天。李慧珍，欢迎你回来。是。朱云姐，这是你要的模特资料哟，真快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对，雅莲姐，这是你要的翻译资料，谢谢你啊。没关系。哦，露露姐，你要的文案整理，谢谢。没关系。林浩哥，这是你要的资料，我也有啊。对，其实是我自己擅作主张整理了一些资料，就是听说你最近正在整理一些度假村的旅游信息，所以我自己也整理了一份，希望能够有用。太有用了！天哪，我早盼着你回来了。哎，这个好吃。哎呦，谢谢林浩哥。哎，慧珍，你下次要再赶早，我可不放过你啊！哎，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们有多辛苦啊？哎，再不会走了，去忙吧。好嘞。这是谁呀？哎呦我的天哪！舅舅你不知道啊，知名时尚设计师，现在还是特别有名的博主。就是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自从有了舅舅，我买东西就没纠结过，我就跟着他推荐的买，东西又好又便宜。哎，就你前阵子说我穿的特别有气质的那条裙子，就是舅舅推荐的。你这个说的我太同意了。你说咱们一天到晚那么忙，加班加班加班，谁还有空去实体店呢？对，有了舅舅，太方便了。哎，真的，你可以看看，特别方便啊。就是啊，改善一下。你品，这个特别适合你舅舅的，适合我。不，适合你魔鬼身材。直接付款。浩哥，看看舅舅呀，新推送。改一改你的衣品，改改衣品啊。十分钟以后全体开会。好。我等一下。那个副主编，我有件事情想要跟你说一下。单独说。做电商，哦对，那个我在想，因为 Immoto 距离最后的期限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而且再加上我们上个月其实销量并不是那么的好，所以我们 Immoto 有没有可能去跟一些电商合作，然后推出一些新的产品来？虽然一些细节上的事情我还没有想清楚，但是我觉得有没有可能？算了，我过去跟您说吧。哎，我光讲我讲不清楚。那个，哎，您看，现在真的有非常多这样的电商网站，而且身边大概99%的人全部都在使用这些网站。大家呢，大概都会通过一些知名的博主啊，还有朋友之间的相互推荐，来有目的性的去购物。我觉得这跟我们 Immoto 提倡的，时尚。健康，还有一些引领大家跟随潮流的这种方式，非常相似。有没有发现，慧珍这次回来不一样？谁说的？来，去那边去，快点去。这也是最近新的线上的一些网站啊，太没意思了啊！他们俩在聊这事儿啊，我回去吧。现在很多人都不会太去在意一些纸媒，大家可能更多的会关注一些新媒体网络。但是我们杂志已经有电子版了。我知道，现在有很多大刊都会比较主攻一些数字编辑这一块，但是没有一家是做电商的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说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呢？而且，您想想，像有些读者从 Immoto 杂志上看到的东西，都可以在固定的网页上买到，或者说有一些东西只能在我们的网页上买到，那不是就让我们和一些大刊
都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吗？只能在Emoto买到。对。虽然我觉得这个想法我还没有太去想过一些细节上的问题，可能执行起来会有些困难，但是我觉得，这个想法很好。真的吗？我们自己推荐宣传的东西，如果能够提供购买渠道的话，对读者来说，不仅新鲜又有趣，而且还很方便，一举多得。这无疑是提高销量的最好方法。虽然在技术执行上有些困难，但是这是一个好的想法，可以尝试。啊，真的吗？李慧珍，啊，看来把你找回来，真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。谢谢副主编。在干嘛？他说说吧，都说什么了？真的就只是电商的事？对呀。那你们两个人可以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啊，干嘛非得躲在办公室里面偷偷说？这不是会牵扯到废刊的事情吗？如果在大家面前说的话，那大家谁还会愿意冒着危险去做这种事情啊？而且其实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，浩宇压力也挺大的。浩宇，你们有这么亲近吗？在办公室里面他就是领导，他是副主编，不是什么浩宇。笑。你该不会为了他做那么大改变吧？又拉头发又化妆的，哎，你以前的雀斑很可爱，怎么没了？不是为了他。哎呀，该怎么说呢？离开公司以后，我发现我在公司那段时间和大家完全就是格格不入的。哪怕就算是这样的我，Emoto也给了我最大的回报，因为遇到了大家，所以让我看到了一个大大的，和以前我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世界。我总是对自己说，做自己不好吗？做自己不行吗？做自己挺好的呀。但是我却忽略了，在工作岗位上，单单只是做自己是不够的。李一墨，因为你是我朋友，所以你看不到那些我的缺点，或者说你看到了，你也不觉得那是缺点。其实，我之前之所以那么害怕被改变，是因为我内心对自己的样子其实还是有一点自卑的。很早之前周英姐就告诉过我，但是我没有理解。我有一个很好的自己啊，只是能够在那么多很好的自己当中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，然后变好，变得更好，最好，那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？看来李慧珍现在有出息了，不只是想要员工证这么简单。我现在不单只是要员工证，还要为了我爸爸。你爸爸？我想要把工作做好，变得更好，然后再给我爸妈一台新的印刷机。好，那我也帮你一起攒钱。为什么？你攒什么钱？你爸就是我爸。咱爸的钱当然得一起攒了。哎呦！太监，909客人的票帮我弄到了吗？弄到了，好不容易才弄到，排两个小时队呢。啊，辛苦你了，改天请你吃饭。好。
事，我先走了。那天我朋友工作的事情，麻烦你了。他知道了吗？嗯，他知道是你帮的忙。我的意思是，他知道你假扮他的事了吗？你放心，我答应为你保密，就一定会保守到底。只是，这人的一生很短暂，尽量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。况且，你值得更好的。我一直都以为你是个心高气傲的孩子，没想到在爱情里却能这么卑微。你想说什么？小乔，与其跟一个连你真正姓名都不知道的人谈恋爱，还不如活得痛快一点，坦白一切。就算是分手了，最后至少他还知道你是谁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浩宇，你终于接电话了。员工培训还顺利吗？嗯，还行吧。听你的声音，好像很没精神。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就是最近太忙太累了。那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？如果你很忙的话，我去酒店找你也可以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没有那么忙。不是，我是说，我下午还约了人。我们还是约在别处见面吧。那晚上见。已经很晚了，要起身回去了。阳光没有云来着，黄昏也会催促的。是的，没错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就算你说有点舍不得，已经走远了。转身离开了，感情不穿人字拖，脚步才会轻盈的。是的，没错，没有谁离开谁不能活，全当路过，什么话都别说。喂，慧珍，你到哪了？喂，浩宇。天空，我临时有点事情走不开，我们改天再约吧。好，没事，那我们改天再约吧。你好好休息。你我舍不得那首老情歌，听他的人是否怀念。他这个属于神经性胃痉挛，
可能是压力过大造成的。看样子呀，他胃疼应该有一段时间了。这么严重，家属没发现吗？还有，他还有脱水和营养不良的情况，作为家属，平时还要多关心关心他。谢谢。你醒了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晕倒了，还好我在你旁边。医生说你是神经性胃痉挛，是压力过大造成的。你这阵子还好吗？那个东西还没给他，我真的很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？你明明知道，我再怎么假装，你都不可能真的成为李慧珍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你不在还有余地的时候放手这一切呢？你非得等到所有事情都曝光，所有人都在埋怨你的时候，你才肯觉悟。到那个时候，你的爱情跟友情都没了，你有想过那个时候你是什么下场吗？都是你。你说什么？都是你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！每次在我犹豫不决、想放弃的时候，鼓励我，要我再勇敢一次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可能早就放弃了，根本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。你真的会放弃吗？还是说你只会越陷越深？不，我会的，我一定可以的。放手吧，趁现在还来得及。我本来以为一天就可以结束。我只是帮慧珍一个忙，替她去见白浩宇一面。可是没想到，事情发展的一点一点的不受控制。在这之中，我不停地接受着白浩宇对我的好，我也是人，我怎么可能没有感觉？然后慢慢的。越陷越深，越来越控制不住我自己。我想，如果白浩宇只能在这儿待两个月，那我就陪他两个月，只要两个月就够了。可是你是李慧珍的好朋友，你很清楚白浩宇跟李慧珍是什么样的感情。为什么你还要放任自己去欺骗他呢？因为，我也是第一次，第一次真正的感觉到自己被在乎，第一次。第一次全心全意的喜欢一个人，我也是第一次。
这儿。嗯，哎，你怎么还起来了？你，来来来来来来。没有，我看看你忙什么呢？你忙什么呢？在这儿。赶紧坐，赶紧坐。你怎么样了？来来来来坐。你怎么样了？你怎么不拿个东西？你拿个东西，你先这样垫着点，别受凉了。哎呦，我昨天晚上回来看到你这一大包药，然后我上去你房间看到你满头大汗躺在床上，我怎么叫你你都叫不醒，真吓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没事了，现在好点没？好多了。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，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啊？就可能工作压力有点大吧，最近。我没事儿，去忙你的吧。那你上去睡一会儿吧，你这现在我正好好了给你送上去。我在这儿陪陪你，我看着你做饭。看到你做饭就好像是回到了我妈还在的时候。你从以前就这样，你压力大你就胃疼。你以前高考不就是因为压力大胃疼，然后才没有考到你想要的理想成绩吗？我跟你说，你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哪儿不舒服你第一时间你就告诉我，你别自己一个人撑着，我这边有什么事儿你肯定是第一位的。从以前开始就这样，你只有我，我只有你，要是咱们俩还不能互相照顾的话，那还能算什么好朋友呀？我这粥里放了点鹿茸，对胃好。你赶紧趁热喝了，喝完之后赶紧吃药睡觉。明天早上呢，我再陪你去医院。如果我不亲耳听到医生说什么的话，我根本就不会放心的。那，喝点啊。谢谢。你是怎么了呀？是和男朋友吵架了吗？还是有人欺负你了？有你在，谁敢欺负我呀？不是都被你给打跑了吗？你如果跟你那个男朋友相处的不好或者不开心的话，你就踹开他算了，管他什么男神还是学霸的。你不说那后边还有一个营在等你吗？队全都排着呢，谁还稀罕他一个？赶紧踹开，赶紧踹开！要实在踹不开了，我后面帮你打他。放心吧，赶紧趁热喝吧，喝完吃个药，然后赶紧就睡觉。不行，我也好饿，我去炒个菜。你把鼻子这样念着，你别闻，不然你想吃一会儿。手链呢？我不小心给弄丢了。丢了就丢了吧，我再给你买一个不就好了吗？这是第一步，然后慢慢的我会给你买更贵重的手链的，反正曾经承诺过的。还没睡呀？哦，马上要睡了。我还以为你已经睡了呢，我都没敢在楼上劈柴。我刚刚发现有人帮我卸了妆，还帮我贴了暖宝宝，是你吗？不是啊，这房间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不是我，真的，好恐怖。现在好多了？嗯，有你的照顾，我当然好多啦。谢谢我的汁儿。来，哎呦！突然觉得你这个床好大，还要已经给你暖好被窝了。哎呦，好像小猫咪呀！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最爱在床上做什么吗？蹦蹦床啊！干嘛？头别转过来，我就知道你现在想蹦。我跟你说，你可哎，冷静冷静冷静。你现在再蹦，你这个床的话，一会儿塌了，你没得睡。
干嘛呀？想小时候啊。嗯。小的时候多好啊，无忧无虑，就只有你跟我两个人。现在不也是还有我们两个人吗？小的时候虽好，但是长大了会更好的，对吧？辛苦了，我们乔。好点没有啊？哦，好多了，我没事，我睡觉就好了。好啊，你怎么起这么早啊？你看看我自己化的妆，我不知道化的对不对。这个，我看看。这里。嗯，都挺好的，就是有点油脸上。你等会儿啊。哎呀，这要吸一下油啊。嘴别张那么大，你现在要注意仪容仪表，知道吗？嗯，要有淑女风范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，你看看，嗯，是不是好多了？嗯，哎，乔，你真是仙女，你什么都会。那当然了，别的我不敢说，这方面我可特别在行。你要有什么疑问的话，尽管来问我。好啊。重新回到李妹头，你一定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一定会加油的。你知道吗？再加上最近20周年的知识年刊什么纪念会什么的，弄得我现在整个人都焦头烂额的。哎呀，我可能每天都会加班，但是我一定会尽快做完自己的工作，然后回来陪你吃饭的，好吗？哦，20周年，那你们公司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很忙啊？对啊，每个人每天都快疯掉了，我估计现在还有人在公司睡着呢。哎，就可以了。那我给你装点化妆品啊，你待会儿上班的时候没事出来补补妆的时候能用啊。好嘞。你这里头都装的啥玩意儿啊？天哪，这能用吗？哎呀，你应该可以用吧？我是按照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些做的。那个什么卸妆液，我也给你装一个啊。这都凉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哎呀，我有一个提案被他们给采纳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，瞧给你美的。只是一个小小的提案而已。还有一个，最近杂志有个大项目即将就要上线了，所以，我们每个人除了20周年特刊，还有特会，还有这个什么大项目要办，每天都根本忙得根本连呼吸的时间都没有，估计要好几周才能缓过来的。放这儿了，来吃饭吧。哎呦，这真是。你说你胃凉、胃疼，所以才会这样吧？你得喝点热水，是温的，温的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喝温的，不能再喝那个什么，这全都凉水。你说你一天到晚的喝凉水才会胃寒，才会疼。我可以喝凉水。咱们是不是又有好多天见不到了？哎呦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平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多吃维 C， 多喝水，这样对皮肤才好。我知道了。你不是，这粥和鸡蛋羹如果凉了，你就在那微波炉再热一下。我觉得还行，还是温的。吃完之后记得吃药。哦，自己都不怎么吃，我真的来不及了，我迟到了。喝热水不要喝凉水，记得吃药啊。你真的没事吗？哎，我真的没事，别磨叽了，我真的没事，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你要有事你给我打电话。哎，知道了，拜拜。吃药，喝热水啊。嗯，记得补妆。大概就是这个方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电商。是。其实早在我回国第一天，
华清控股的葛总就来找我谈过。当时他们很看好 L Shop， 并且鼓励我将杂志与 L Shop 结合，而且他们愿意注入资本支持，看看能不能创造双赢的局面。互联网肯定是未来的大势所趋，可是我们毕竟是传统行业，杂志之前没有做过任何尝试，我觉得会有风险。其实当时我是拒绝的，因为我还是想靠自己的力量让杂志更上一层楼。但现在时代已经改变，大众的消费习惯也改变了，我们的销售方式必须随着时代而改变，否则只会慢慢被淘汰。看来您都已经想好了。是。那主编会同意吗？我想先获得你们的支持，再去跟主编提报。我知道自己有很多我性格上的缺陷，要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包容和不计较，将我的意愿一一实现，才让杂志销量有所提升。我们是一个团队，当然了，不需要获得所有人的同意，但是时间有限，有你的支持让我的心里更有底。毕竟你在Immortal的时间最长，你对他也最了解，你怎么看？谢谢您的信任。要问我的意见的话，我觉得现在主编同不同意并不是重点，真正的重点是实施和推进当中我们怎么跟时间做配合。毕竟还有3周时间，纪念特卖会就应该开始了。跟我们杂志一直合作交好的独立设计师大概有50几位，再加上已经合作的非常成熟的轻奢品牌，我估计一开始我们推出200多个品牌应该没有太大问题。除了服装跟美妆，还可以有精品家居、运动跟旅行这些方面。慧珍，你把刚才的会议记录赶紧给我，我要再看看。好嘞，放心吧，周英姐。泰利，你刚才在办公室里面跟副主编说什么？干嘛？查理，别说了，我在工作。我在问你话呢。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？在工作，别吵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没事。哎，没事，周英姐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吓你这么多次，为什么每次都会害怕？因为我现在就全身心的工作，所以我肯定分散不出你那些心思来。你能不能别再吵人了？谁让你不理我？你多大了？哎，工作的事情。你去那边玩弹珠行吗？要不？往年跟我们合作的那些御用摄影师啊，给我拉张名单，要前十的啊。哦，那个我喝个咖啡就去啊。不行，我现在急着要呢。哎，怎么样，副主编，最后评断可行性高吗？嗯。那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申报执行了，是吗？辛苦了。哦，太好了，我还以为不行呢，没想到真的成功。对不起，那个朱茵姐她很专业的，而且对大家有很强的号召力。只要朱茵姐她说行，就一定可以。怎么样，今天早上刷员工证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活力百倍？满血复活。慧珍，其实 coffee time。 吓我一跳。哎，你们俩也在这儿？是放午饭了吗？没有啊。不然你们在这干嘛？巧合吧。你赶紧把资料整理好，然后发给我，剩下的结束后再说。好的。结束后再说。哎，其实我有什么好说的？就工作还能说什么？那工作上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在这一起说？很重要吧。
我，查理，你竟然给自己的工作牌这么精心打扮？这是浩宇送给我的。我说你能不能别浩宇浩宇的？你现在是在工作，你在公司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工作区域能大喊领导的名字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小心被扣工资。我跟你说，来，跟我念一遍，白副主编，说。白副主编，别浩宇浩宇的啊。他怎么送的给你？就礼物呗。礼物？太无聊了。当初还不是因为他你走的，现在还送什么礼物？真肉麻。你们俩很熟啊？啊？多此一举。有什么问题吗？